个和东区梅亚婚后在今年一月迎来宝贝儿子木木，升格为新手爸妈的他们时常会在社群平台上和大家分享育儿日常。没想到今日 Kid 难过透露儿子确诊新冠肺炎，他表示工作时收到老婆的讯息，当下真的是眼泪喷出，不知道该怎么办，冷静了几分钟还是先安抚老婆别自责。而老婆没休息的专心照顾儿子，看着微乱的房间， Kid 感性的说儿子选对妈妈了，更直呼身为老贝的我好像什么事情都没做，怎么可能再去怪罪是为什么会确诊。他更晒出一段影片，儿子伸出小手要讨抱的模样，抱起 Kid 的心脏，直呼真的不行了呢。他选择记录下儿子确诊，直呼这是他人生的一部分，一字一句都能感受到他满满的父爱啊。